上咪咕视频看运动者联盟，登录咪咕 C App 或咪咕官方频道，海外同步更新。本节目由咪咕视频和芒果 TV 联合自制。每周五十二点会员抢先看，每周六十二点会员尊享加更版。哇哇！我们联盟都已经到古代来去纳新来了，运动从古代就开始了哈。给大家行一个礼，欢迎你们。好，欢迎大家。那我们进去了啊。请。兄台可否借用一下扇子？没问题，没问题。感谢。我借一下你的扇子，谢谢。你们一人借个扇子呗。可否借用一下扇子？不行。可以，谢谢。你能不能不让我成为作精了？那好。你能不能不让我成为？这不是个孔雀，都别让我成为作精。你得这样的，你出场得这样的吧，这样的。我这是什么？哎呀呀呀！哎呦！我听听这音儿，弹多好啊！好听吗？你都拿反了吧你？哈哈洛洛，给我吹一个那个帅帅的大男孩来。帅帅的都能好用，完美的身材，要有多帅有多帅，皮肤也很白。哎呀，哇，这是在古代纳的我们的新成员是吗？嗯，我们这个是由我们联盟的一个口号的。啥口号啊？哪里有运动，哪里就你。哎呦，反正也接近了。看两个字，哪里就有是对的。哪里就有我们。对，来来来来，三二一，哪里有运动，哪里就有我们。欢迎我们的新成员，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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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咱俩就不用了吧？我俩就是这样的。对，哎呦哎呦，这个太逗了，这不外星人雨欣吗？站上，我们提个申请，给刘雨欣立个人形立牌，对吧？你放心吧，有我在的地方，你就必须得在。这也是我们联盟成员的之一刘雨欣，本次派遣去了国外去纳新成员了。我们几个来到了这个宋代，想问一下哈，穿越到古代以后还能在这里去寻找运动啊？为什么？对呀，为啥呀？传下来的。对呀，它都是一直传过来的。从古代的人就很喜欢这个蹴鞠，你知道吗？啊，才到现在的足球。咱们今天来到这儿了，又纳了新成员，咱一会儿跟人体验体验古代的蹴鞠到底怎么玩的。我以前是一个职业的球员，对，有13年的球员，13年呢 ，OG， 哇，我呢，我就是一个普普通的校足球队的，哦，校足球队，哦，校足球队，那就是有二位的加盟，那我们这一场呢就是必胜，不可能输，一雪前耻，必须的。各位运动者联盟的成员，大家好。久仰大名，久仰大名的话，我们都是谁呀？听闻有你们的地方就有运动。久仰大名的情况下，他叫什么呀？稍后，请听我缓缓道来。那还是没久仰大名。台词一会儿背不下来了。好的，贵宾已至，思聚献礼，亮彩头。哎呀，这就是为各位设下的蹴鞠挑战。我是本次蹴鞠挑战的舰长，也就是现代足球运动中的裁判。啊，现在在各位面前的是蹴鞠球门。今天我们要挑战的是将我手中的这个圆鞠踢出击中
面前球门中的七个灯笼，其中红色的灯笼为盲盒，击中盲盒需要完成我们的指定动作。黄色的灯笼为彩头，踢中彩头即为挑战成功，并可获得奖励。啊，来吧。我们女生不能近一点吗？这个球员不可更改规则呀。我们女生就得站在这里贴啊。狂飙狂飙狂飙。哎，狂飙。哎，你不要碰到这个线哦。不要碰线哦。不要碰线。往后哦。往后哦。不要碰线。往后哦。往后哦。推推推。就是。吃的够呛，我跟你讲，还是拿回去吧，还是拿回去。来来来，哎，我觉得等会儿，等一下，哥哥，女同志，你想我们女生，哥哥，你先给我们杨姐一个发挥的空间。哥哥，让我试一下吧，试一下吧，先踢一轮，在那边先踢一轮，先试一下，好吧？我试一下，我们先试一轮，如果踢不中，我们再回来。我觉得也行。来，我们还是回去哈，我们先试一轮。这儿，印儿在这儿呢。看线呢，我帮你瞄啊，我的眼睛是尺子，在这儿呢。在这儿还往哪儿去？好的，思绪归位。歪了，往这边来。要求挺高。好了，差不多了。你这是蹴鞠啊还是骑马打仗啊？这还就是小干巴腿，你要能起来我算你踢着那个头球了，头彩了。行，来，我今天必须拼一下子。好。哎呀，我们拿到头彩了。来，传个球。我踢，我踢。你这好像比武招亲呢。蹴鞠挑战准备开始。开战，有请首位挑战者范诗琪。荣哥，我也咋踢这球？往上撅，拿脚尖撅吗？感受一下子啊，先来个错误示范。哎呦，哎，还行。好的，有请第二位挑战者老周。哎呦！哎呦！可以。有请第三位挑战者姚琛。我了，给我。咱们这一轮下来一个没踢着啊。这咋的了？今天怎么了？哎呦！你打那个？他这个灯笼跟他没有关系啊。你是不是瞄的不对啊？好的，有请第四位挑战者何洛洛。你怎么的你？校队的，你下面那个大的你得中吧？啊，那个有点难哎，我试一下。哎，可以哎，进框了，进门了。哎，不好踢哈。有请第五位挑战者张云龙，专业运动员，专业的，专业是最拉胯的，我跟你讲。十三年专业运动员，裁判长。十三年专业运动员。可以啊！恭喜击中盲盒。哎，你怎么去那儿了？可以。第一个盲盒是，请集体使用最大号的蹴鞠球。啊，大号比较好打。大号更好啊！哇，这么大呀！那这球还得适应一下。请第六位挑战者王蒙。那我不得适应一下吧，这球。哎呀，这太大了。工伤啊，大会一身。我们当时怎么说的来着？必须提中。瞄中心点，然后呢，往上瞄一点的中心点，它可能就到那个点了。对。就是你自己的视线，一定要瞄着那个塔尖儿。瞄那个塔。蒙姐被一脚给人招牌干下来。对，就瞄那个塔尖儿，瞄中心点。好，走你。哎呀，低了，那得瞄天空，还是瞄的不够，真得瞄那塔尖儿。好的，继续我们第二轮。没有啊，还有刘雨欣一次呢，给我。对，你不能把我们联盟成员忘了。那您来代替刘雨欣。必须的，再往上瞄。
我上没有。你，哎呦，哎。哦，什么什么名？还得是理论知识。刘雨欣可以啊，刘雨欣。呀呀呀，这有点过了。击中的这个盲盒叫纹身舞动。啊。请集体根据背景音乐跳一段古典舞。这刘雨欣那不算，刘雨欣在海外呢，不算。对对对对对对 对，没用。他那个没用，挂上去吧，不要了。下一个人是谁吗？啊，范世奇。苗塔尖，苗塔尖。对对对。OK， 好。好 nice。我苗是塔尖。哎呦妈，整心里挺揪挺啊。咋的，放炮呢，搁那儿？你要崩炸哪个楼？我这怎么还怎么瞄的？这是，我给他点个赞。哇，可以啊！哎呦，差点。嗯，往那儿瞄。好，就往那儿瞄。好嘞。哎呀，我呀！哇，差一点点就往那儿了。恭喜各位抽中吟诗作对盲盒，是什么东西？以足球为主题，做一首五言绝句。我们的书法老师将会计时的记录下各位的佳作。你给我一个球，不然我没有感觉。咦，你看。这一颗小小的五爷，五爷啊，那叫五爷，我把姨吞了，好好好，这样，小小一颗球，小小一颗球，五个，你看这牵动万家梦，哦，哎呀我可以啊，这句啊，高级了，人人都参与，嗯。变的没问题，什么问题？变好没问题，就对中国足球的这种期许，要细细琢磨呗。你就没听出来吗？挺突然。好，赶紧。哎，他真是运动的节目，平常他们不这样。我以为你们一直这样呢，这个你们风格，这个节目。我们其实就是这个风格。哎呀，写好了。好的。陈默宝，来，哇，可以，老师写的确实是比吟的好。好，继续接下来的挑战。啊，哎呦，哇！恭喜各位挑战者，请集体使用中号蹴鞠。这怎么的呢？怎么一下一下的呢？到我这儿没有一脚是适应过的，哪一脚都是。我刚适应个小球，你刮来个大球；我刚踢个大球，你就来个中球。就我每一脚都是新鲜球呗。这个您得是吧？感谢上一位挑战者。怪我。好，我们继续。进什么去啊，我是内马尔啊，那么好脚感呢。内蒙尔。啊，要像。再来一脚差不多。哎呀，云龙兄，我就一个要求。不要让我再换陌生球。好，我试试啊。恭喜，获得最小号蹴鞠。我说什么来着？又换球。罗哥，就我不是故意的呀，不带这样的。我在你身后永远得踢这种。我踢了多少次陌生球了？刚有感觉。要不那几个球都给我们吧，谁踢着谁算吧。我们六个人一块儿踢，他肯定有个能中。对，一二三，一起出脚啊！来啊，一、二、三，
没想到啊！我知道了，我是在这儿踢的球鞋。走！哎呦哎呦哎呦！哎，这个不算。我看我看。哎呀！你的脑垂体是不是偏右啊？我知道了，我是在这儿踢的中间。你看看看看，为什么能踢中？因为我踢得歪。足球是集体运动，人人都参与，人人都参与。没问题，团结的力量，这是。直视，陈卷轴来了来了。卷轴干什么？哇，是横着的。啊，念吧。入学卷轴，运动者联盟，你们好，恭喜蹴鞠挑战成功。这里是皇家贝里斯足球青训俱乐部，两天后联盟将进行一场五人制足球比赛，稍后西村球场见。走吧，我们将现在去皇家贝里斯青训俱乐部。听着好高端，去那个球场见。好，好，拜拜。我宣布各位蹴鞠挑战圆满成功，没问题，变好没问题，变好没问题，辛苦了，走吧。咱们二十分钟就到那个地方了。嗯，咱聊话题之前，我就先说一件事啊。你记不记得我们联盟有一个什么来着？哎呀呀呀，有个仪式，来进群发红包，真假的？哦，真假的？谢谢孟姐，是你发，我发呀，你发红包，我们发红包啊。进群的人发红包啊！这上面怎么没也没红包啊？包我跟你说在哪啊？嗯，点开那个加。你这想逃？待会儿点群收款了。对呀。妈呀，这红包怎么回事啊？这个何洛洛发了一个红包，手慢了，红包没了。我看查一下大家手气。一个红包，四秒被抢完了，200，手气最佳还是他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洛哥还是我洛哥，一点不变啊！我给他踢出去。发个小红包，发小红包，你发吧，发了。呀，哎，我这不少呢，30多块钱。我也30多块钱，我才15块钱。我21.26，4块2毛1，1.89是。自己还抢啊！我告诉你啊，请你看一眼事儿啊，你所有的动作刚才已经全都给你记录下来了。何洛洛自己发红包，自己抢，记住他。哎呀。我21，那我密码不就被他？红包这事儿，反正大家都走这个开心吧，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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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说点正经的啊，刚才他俩介绍了一下自己，是他13年足球，13年，踢过职业的，他是校队的，但是刚才就太讲的太浅了，你展开讲讲吧，那校队。我是初中3年在校队。然后高中呢，高一在校队，然后后来就去唱歌跳舞了。啊，我从小学开始踢，小学小学一年级开始踢，然后后来从校队踢到去俱乐部踢。哦，那踢啥位置啊？守门员。守门员。我那守门员极其重要。踢到20岁，08年的时候，走投无路了，踢不下去了，加上受伤，然后所以就拉倒了，我就不干了。就转行了，哦，转行做演员了。对，我要是不滑冰的话，我就肯定选择踢足球了，就是纯是个人爱好，一天没练过。然后我们专业队呢，就是训练的时候不允许踢球，就是因为容易受伤。啊！但是我呢，走到哪儿训练的时候，我都背一个足球。总有一天，你就是得磨叽教练，我得踢一会儿，踢一会儿。这么热爱啊！就比较喜欢踢。你咋整啊？我咋整？我是饮水机守护者。我还抢饮水机呢，给你安排个角色吧，守门员。哎呀，我站在门里就跟你说踢我，来吧，往我脸上踢。
来吧，你这个什么小本本，咱们接下来干啥去？成都作为中国足球职业化的起点，每年会举办各级城市联赛、杯赛20000余场。这次运动之旅，联盟将会认识一群足球能力小将，与他们并肩作战，共同挑战2天后的足球比赛。请好好享受足球之旅吧。哎呀，那就是说明我们应该是有帮手的。不用了，不用帮手了，用啥呀？够了是吗？他那个云龙就行了。嗯，哎，咱们，咱现在去那儿呢，他不说了吗？有人帮助咱们啊，咱们几个都是商量，用咱们自己的慧眼，觉得哪个还不错，咱们把他挑到咱们这里来，然后帮咱们和接下来咱们要打的民间高手，咱们跟他们去比。可以。到了呀，走吧。走，走了。Welcome to 西村。这球场好大呀，5人的球场啊。哇。哇。动起来，起来，注意力集中，收给号。皇家贝里斯足球青训俱乐部。老师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欢迎来到黄贝西村基地。这5人制球场吗？不，这个不是5人制。一会儿我们有一个游戏，所有小朋友要挑战你们。我这太大了，5人制吓死我了。来，拿着球，拿着脚下的盘过来。房子起着来，快靠过来。哇，你们都好可爱呀、啊，都。他们都是来自黄贝梯队的所有小朋友。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对对对，别忘了，一会儿我们就是这样的路数啊，友谊第一，不带哭的啊。接下来联盟将体验黄贝传统的入学仪式，完成穿越人海挑战。挑战规则如下：联盟为进攻方，20位黄贝小师兄为防守方，联盟进球3个即为挑战成功。挑战成功后，你们可邀请2位小师兄共同参加2天后的5人制足球赛。哦，那给大家一个10分钟的准备。行，你们谁是队长啊？他。你队长啊？对。你踢什么位置啊？中间都能踢，前锋、后卫、中场都可以。行，那个人肯定是最高的。对，他绝对是我们。对对对，这个已经发现，太高调了，整的都不低调。那个9号踢得好，那9号是队长。这青训这个玩意儿哈，年龄很关键。5、6岁的指定是没有7、8岁的踢得好，对，因为他这个年龄差距就代表他的身体力量差了很多，所以看住个高的，别瞎看，看住这个，给他拿下。对，来吧，来吧，准备开始，立刻集合。哇，这么多人呢，我的天。来了来了来了，不能过这个界。呦呦呦呦呦呦呦，开手。好吧，这哇呀，我天哪，几个人啊？这车他们是20个，走，呀，哇哇哇！哎呦我的妈呀！啊啊啊啊！啊！太多人了，确实难踢，而且和小朋友踢球
哇哇哇，跟一群蜜蜂一样开始吵。对啊，我真的说他们是用嘴在踢球，都不是用脚在踢，声波攻击。出刀杀！杀！哎，倒了倒了倒了！板子都倒了，干啥呢？这是板子都倒了，还往上追，还往上追，好气！带球走，你过来，猛点，猛点！踢吧，就他全他压得太靠前，主要盯罚这位，一人一颗往那踢，所有人防门，前面有镜头，这儿没镜头，快去，快点，走走走走，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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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有镜头，这儿没镜头，你看快走，这里就没有镜头，哎呀，哪有镜头？没有没有没有。想直接射来着，那个九号踢得好，那九号是队长，真猛，真是猛啊！我一整个就是被场上的黄子琪的那个气质所吸引，他很有一股韧劲儿，他不爱说话，他就只是盯好自己该盯的人，然后哪儿漏防了之后，他瞟一眼，他马上就会跟过去。人太少了，来来全过来，来来全过来防我，来来，上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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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哪个王强，我们拉个圈儿给你哥，跟你带球走。哇，还有吊门！哎呀我！哎呀我！小心！是的，是。我想给你等一下，真的。没事吧，露露？好害怕呀！我的天。我杀队友。你行吗？你不用看着我，他们不会传给我球的。老周，你往门里站。不敢。没事儿，往门里站。我啥犯规了啊？亚克犯规的。我没有犯规啊。亚克藏得住。
什么？那不是我，那他。他。对，找错人算账了。犯规！拽错人了，这个犯规。那个。连人脸都认不清，搁这喊犯规。来吧，姐。邀请吧。来吧。来。刚才我们踢完了那么久，可以在他们所有小朋友当中邀请两位加入到你们。但是你得给我们点推荐吧。我给您推荐的话，来1314的队员站出来。1314。这是什么意思啊？一生一世。因为他们是13年龄段跟14年龄段刚好。来来来，小朋友们来，和我们一样站成一排，来来来。你的建议就是让我们从这七个当中邀请两位呗。对，可以看你们刚才踢球的选择。你们七个人，每一个人给我带球，从这儿跑到这个点吧，然后射一个门。Nice。终于到展示自己的机会了。我守一下子。哎呦，来吧，准备。哎呦。这太近了呀！哎，没打进。来了。他反着来的。哎呀，还过那么近，还过没角度了都。又来了。哎呀，这什么人要了？哎呀。戴手套好了哈，哎呀，守门员这指定是拿下啊！哎呦，我左脚，他有力哦，哎，可以啊，左脚吧，这左脚28，可以，挺有劲儿，行，来吧，我们初步有个判断，怎么样？邀请这两位，可以吧？哎，我们想邀请9号和28号来加入我们联盟，黄子琪跟小毛毛来过来，哎，我也叫毛毛啊，你是吗？我小名叫毛毛啊，来老毛毛小毛毛，老毛小毛的，那个小毛去看看老大毛毛，大毛毛，搁我旁边，来。欢迎那个小黄黄和小毛毛加入联盟，但其他的我们也希望邀请到时候来看我们比赛过程当中给我们提供更多的这个帮助，肯定可以吗？教练没问题。哎，他怎么在跟教练给唠上了？那边岁数大啊。对呀，我们还有个队员呢，想付出了。我觉得他9号选的还可以，9号是队里队长。是他多大呀？他是13年的。现在青训多吗？搞的青训？现在整个成都的话，孩子像他们那么大的队伍很多，啊，很多很多。像我踢球的时候，可能只有6、7支，他们现在有一个年龄段200多支队伍。你哪年的？我要小得多，我01年的。01年。对。没想到，青训现在搞得这么好。肯定还是现在就是从基层开始做起嘛。刚才有两个特别小的，也是5、6岁，现在还在幼儿园。看以前。我可能3年级我都没他们带的那么猛，是吧？因为接触的晚，他们接触的很早。那些小孩适应条件也好啊，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环境也好，我觉得会有希望。真好，哎，很怀念。就是很羡慕现在小朋友。首先，他们硬件条件肯定比我们那时候好很多，他们很幸福，有这么好的条件，然后加上国家政策这么扶持，我就会觉得再过个10年、15年，等他们这一批孩子成长起来，我相信中国足球会变好。那咱们就整理一下，开始训练啊！来吧，教练，你不是教练的姿势吗？哎呀妈呀，他是我助教。来吧，咱那个联盟成员加上你俩，大黄跟小毛。那个刚才跟教练商讨一下，咱们一会儿呢做一个摸底的训练。训练的主要就两个事儿，一个是想做一些传球的训练，以传球为主。对，以传球为主，就是传球里边教练具体的给咱们布置，因为人是专业的。传球过程当中再加一些跑动的传球，最后再结合他们两个再上去抢一抢球，我们在跑动当中特定的区域再做点射门，这样是我们这个今天整个的训练的科目，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说能把这个球
跑动当中传起来，然后还能从而这个伸脚射门，行不行，教练？行，没问题。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全程咱都听教练的，好，行不行？可以。那大家准备一下，我把场地摆上，我们就开始。好。来吧，衣服整理好再开始吧。来来，我给你贴上。咱互贴呗。对，互贴。咋一贴？张三，32。啊，我以为是张三儿。你几号？我二啊。咱俩加起来满分吧。百分。百分百。百分百。我二号，最小的。二号是后卫。98是什么呀？98呀。99是守门员。98是我不知道。这个名字要一笔一画贴吗？和哥哥，等会儿要和哥哥。可洛洛。那3点水呢？那你是跟我俩玩拼图呢？这3点水都得一下自己拼。3点水这叫啥呀？来，这叫周啥呀？周三。这个是连着的。那3点水是连着的？这个一整张都是连着的。哦，哎，我们名字听好了，球员们，雄赳赳赳宣啊，来了啊，让咱们一边四个人分开站，站在两个颜色盘中间。第一个啊，最简单的两脚球传球，传完球以后都从你的右侧跑啊，两脚球传给他停传，对，传完球跑动过去啊，往右侧跑，对，放松一点，球轻一点都可以，对，有难度的可以停一下，很好。我怎么就不会呢？脚稍微再打开一点哦，再打开一点，脚弓一定要把脚弓亮出来，用脚弓踢球是吧？脚弓亮出来去踢，脚后跟吗 ？OK。一开始节奏可以慢一点，两脚球，两次触球，停传。哦，这是两脚球。传中一点。对，停给两脚球。连续传球30脚不失误。哎呦我，慢点慢点。五、6、5。接球的时候脚不要用力，对吧？要切，往下切。道理可明白了，游泳呢，哇操，哎呦嘿嘿，哎呀，要好，哎呦，你是不是太高了，肢体不太协调？我想做俯卧撑，坏啊！1、2，动起来，接球的人动起来，来起来，球速可以轻一点，哎呦呦呦呦，又来了又来了，轻一点，可乐换位，他球接不着，可以不，哎，暴力好球！对你有点不满啊，姐。哎，他接我球去吧。暴徒，老接我球。哎，呜呜！冤家宜解不宜解，我要报仇了。他不会给我吧？报仇报仇报仇！报什么仇啊？跟我什么关系啊？我的冤家。
那会见着我就想削我，我都不摆出滑冰的姿势，感觉都接不着他的球。萌姐怎么上短道速滑了呀？背手了，背手了。我怕遇到我的冤家。停。小孩怎么？你我在后面。你喜欢报仇呢？怎么？饺子怎么躲了呢？他跟你对。哎，叫和萌姐对。哎，接球去，接球去。这什么？滑了，踩这上面了，刚去接球了。没事没事没事，可以喝口水。没事没事没事，太准了。有点好笑。盟主，你觉得你选的这俩小师兄怎么样呀？你们都看见了，尤其小毛毛。特别好，特别温柔，每一脚球都传到位，而且传轻轻的给到你脚下，都看得很清楚，多好的孩子，多懂事，每脚这是温柔的不能再温柔了。可以开始下一项了，来，你抢这边，我抢那边，传球一定要加快了啊。连续走，快一点，往那边传，然后你往下跑，射门，射门，自由进攻，模拟比赛了，半场攻防，保护保护，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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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是那意思吧？对，哎呦，那各位来，我们讲一讲今天战术安排。今天初步大家下来了以后，我看了一下，目前一开始我们是这个站位。现目前张云龙的脚下会好得更多一些，他来组织中间的这个分配的两侧的球。好吧，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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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那萌萌姐和姚深这一边两个边就需要更多的跑动。那萌萌姐说了，她的传球这一下也是很不错的。球门里去，往球门里去。呦呦呦呦呦呦呦！前锋这个点，别停止呀！暂定，你站在这儿。因为身高在这儿，优势在这里。因为可能到最后的比赛球门也不大，进来以后也有投球的优势，有一个高点在前面，投球练一下，投球怪球手。然后两个小队员周洋队员我们都还现在没有加入进去，是作为轮换的队员。小毛毛更多的是左脚，可能会到我们的左边这个位置上来进行一个轮换。然后黄子琪这边会在萌萌姐这边作为一个更改，周洋轮换前锋。遇到对方的前锋能力强的时候，我们张云龙的守门的能力也在，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轮换。你在学校踢的啥位置啊？我中后啊，中后和后腰嘛。初步对大家目前的了解，现在这个站位是我们最保险的一个方式。目前摸完底以后，我有不同的意见。你来怎么说？怎么说就是说，对方是个女生，她就是再高，她也不太好意思站人球门里边跟人家女孩当当当咣咣撞她，我觉得这个点不是很好。明白吧？我是觉得这个位置没有什么争议，因为组织这个很重要，加上他也可以去，这样来回跑动可攻可防，很好的。我的建议啊，你这个这样也行，这样也行，就是这三个人都可以轮着在，为啥呢？因为他从身材来看，你比如说咱俩要对抗，
大家不会是觉得说你欺负我，像你欺负他。啊，原来这样，就是这个意思嘛。但是如果我俩对抗，就不管怎么说，大家都觉得他欺负我，因为你站的比例就在那儿了，你知道吗？也没觉着。被欺负的死死，结果他被反欺负的死死的。这我就提这个意见，那你跟训练再轮换再走，我觉得这么组织是挺好的。对，目前这三个人其实轮换力度可以很大。对，你可以轮换，但是只不过就是说这个怎么轮，你一定得看对方啥样。你现在对，明天应该就能看到了。按照常规来说，再看吧，这明天看完人家的吧。走吧，回去赶紧啊，收拾收拾自己的行囊。拜拜拜拜拜，明天见。拜拜，小师兄。上咪咕商城购买节目正版周边好物，每周五十二点会员抢先看，每周六十二点会员尊享加更版。哎呀，我这个备战间好啊！哇，足球的备战间这样吗？哇，咋模拟？哇塞！我们几个坐那儿有点挤吧？挤不挤？不挤，可以。早上好啊！早上好，这一期是足球的运动主题嘛，所以呢，给大家准备了足球胶囊咖啡。今天见面比较早，所以呢，每人一杯咖啡。我听说啊，这是我们目前录到的第四站，是我们联盟队实力最强的一站。是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吗？那个云龙和洛洛会不会有点压力？压力老大了，现在。那如果说我们联盟队可以提前知道对手信息的话，可能对于你们明天比赛的排兵布阵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呈现。我们今天呢是高手队在下午会有一个他们内部的足球比赛，然后一共是18个人会参加。啊，等一下，那么多人？对，但是这18个人当中呢，真正明天跟我们比赛的是有8个人，但其中5个人是首发队员。我们赛事组呢会给你们提供一下这5个人的标签和特点，你们可以根据这个标签和特点观察他们在比赛里的这个表现，来猜一下哪5位是明天的首发队员。不好弄啊，18人猜5人。对，然后这5个人呢是这样，如果你们锁定的答案小于或等于3个的话，那么你们的所有的这个足球信息和档案我就要给到对方。但是如果你们猜对了，我们呢就会把对方的5个人的信息全部给到你们。4个或5个。对对对对对，我们会给你们准备这个不同的道具服，然后你们可以扮演成不同的角色来进行观战。那我们来上一下这5个人的标签，好不好？好嘞，来上标签。来，我们这边已经给了这首发的5个队员的标签。甜美温柔刀。我的妈呀！分析就是，如果是小钢炮，外形就是说稍微敦实一点，然后你看他的跑动能力爆发快一点的，可能他的身高整不好就是他队里最矮的一个。作品大师，控球不错吧？喂球的，喂球的，传球比较好是吗？经常跑的应该是边路的位置。小刘海就看头发呗，我感觉应该大概率是个短发，找一找看看今天会有没有喷发胶的。上场之前先喷点发胶啊？不，他们有些人是要喷，他喷了发胶，你能很明显的看得出来他那个刘海，可能你就看着要硬一点。一个是外形，关注他的刘海；一个是铁这个字儿和门框有没有关系，和守门有没有关系？哦，你看他铁刘海吗？铁就是门框是吧？对啊，门框上。刘海就是我自己。对啊，就进不了球嘛，铁门槛就挡外面了。挡外面啊。人叫铁刘海，不叫铁门槛儿，怎么还给改名了？你咋不叫铁窗帘呢？先简单的关注一下，就是铁刘海的时候，从他的外在关注他的门帘，然后呢，再观察一下守门员跟他有没有关系，好吧？全场最靓仔就也得从外在，所有全都是长发的女孩，有没有一个短发的？帅的啊？对，短发帅的，要不然就是进球，前锋经常性的高光都在他身上。他场上肯定有一个人会指挥会呼应，这个人应该是很重要的。我到现在都理解不了甜美温柔刀啥样，我只知道刀了，就找得好看点了，温柔一点了，温柔一点的。也有可能是在台下的时候看着比较甜美，
一直爱，一上去就特别猛。对，有可能。甜美，甜美温柔，到。仨人啊，这是。三个人集中在一个地方了。萌姐一下子懂了吧？行呗，那差不多了。行，反正就是温柔刀这个事儿，咱们再商量吧，路上再商量吧。可以。行行行。然后呢，我们今天要这个乔装打扮的道具和衣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来，我们赛事组上衣服。有秋裤吗？我拿秋裤呗，有点冷。真的。给你穿个棉裤呗，对不对？就直接去了。哦。哎呦我。这个好啊，男大学生跟我没关系。这好，都不错啊。哎，这是场地管理员，我是场地养护员，正好谁跟我一搭，俺俩正好可以。我这个吧，我管理员吧。你场地管理，我管理员。完了，我场地养护，咱俩一起去下场。推个车啥的啊。啊，完了，基本上一说哈、啊，就比较明白。咱俩可以在一起。啊、是，这个摄像你们谁去？你还行。那我这个。行，摄像。打配合给你。大概在女体育老师那就是我的。还不如直接写我名了，简单。那我就男体育老师了吧。还有两个，最后一个剩的是洛洛的呗，大学生本色出演。行。这也太可怕了吧。这不是给你这个，你都有长头发，那给我来。真假咋的？哎呀我的妈呀，太闹心了这个造型。哎姐真认不出你了。救命啊，太年轻了这个头发。你别这样。漂亮啊，你要不留一个能好好说话吗？哪儿养护员长这样啊？我别不要不要把我的长发扇起来。长发飘飘，温柔一刀。你这是干啥，大学生？我太正常了，我太正常了。你旁边有个不正常的呀。哎呀，哎，胡子，胡子给我，我来贴。好。这样可以吗？哈哈哈哈哈！好啊，可以。教练，我们走了啊。顺利。我就修修花草，我是一个清洁修草工，清一清草，这两根草。爪子哦，那个同学哦，你在爪子哦，拍啥子拍，还不上课。哎，那不就是铁刘海吗？姐儿，原来是他呀。我们可以先给你们发一下对讲和手机，对讲是方便你们沟通，手机是方便你们拍素材，因为你们拍完了之后是可以拿回来在那个便利店看的。哇，好贴心呐。喂喂喂，哎呦，这声音老大了啊。干哈？哎，为了省事儿，我们就按自己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吧。可以，行，这样的应该是先从你开始啊。齐齐齐齐，落落落落落落落齐，齐阳齐阳，齐阳齐龙龙，齐德龙龙祥，陈落，落落落蒙。哦哟，准备准备，我们已经进入他们的园区了。
你们的对手现在就在旁边的体育场打比赛，从现在开始导演组停止跟拍，祝你们好运。他们在这儿踢呢，漂亮了，现在绝了，绝！同学们走了，老师。仰拍，直接这样。这已经开始了，把自己的演技那一块拿出来啊！你咱们像艺人点，你头发能撩起来吗？哎，对对对对对，精神点。一会儿进去别这样了啊！进去跟我一起拍那个对手，你别进去，我搁这拍对手，你怼我拍，我这。走。哎呀，我这技术脚，哎，真可以。球，哎，哎呦我！那是你的道具，别吃完了。哎，还有六根呢。还有六根，给我一根。耶！走了。咱俩先别往那头看。学校不错啊，学校。好久没来学校。对你假装跟我说话，然后再看那边。咱俩往这头再走走。走。那个是萌姐，除草机是萌姐吗？装的太像了，哎呦我天哪！注意你的长发飘飘。我假装搁地下修车呢，我假装一边搁这拉。红队我们还没看见人呢，你这个航拍搁我这晃的什么玩意儿？嗯，咱们就是这样太明显了，这位置暴露了，不想跟他俩站在一起。哎呀，看不见我，看不见我。我现在是伏地魔，你们能找着我吗？你在我正对面趴着，你那个行为太奇怪了，一眼就知道。咱现在找一下那啥吧。我咋都看不清脸啊，姐。就说号码，说号码。好，这边就是老弟。好球！好球！人这个水平踢不过人家呀，太厉害了。守门员，守门员是个短发。一个是外形，关注他的刘海，然后呢，再观察一下守门员跟他有没有关系。蓝衣短发，应该是铁门槛，铁刘海啊。天天，嗯，你看这个守门员是齐刘海吗？对，他是短发。那个呢？空气刘海算不算齐刘海？嗯，铁刘海一定是那个穿蓝色衣服扎小辫儿这个守门员，肯定是铁刘海。铁刘海应该就是守门员一号。啊。小雨，加油！小雨，好球！小雨，好球！小雨，十号踢得那么猛啊，那么厉害呀、啊！有个十号红衣服的，是个矮的，像个小钢炮的样子。十号应该是像小钢炮，我雕点他特写啊。点，那好，那好这儿。哇，看着射门了是吗？我们怎么能踢得赢啊？我的天哪！对呀，这十号踢得太好了。我觉得十号应该小钢炮吧。十号肯定是小钢炮。
都过来，都过来，都过来。你看他去那儿了。思琪，我手机呢？你给我把我手机放在他们那个休息区里。来，我在你身后呢，你能不能走两步？你过来。你在这说，听不着。你别暴露了。我不暴露，你说。你把我手机给我。用我的，我不需要。把手机扔这儿，他能说话。我给他录音。我走了。我跟摄影师去那边。你去，赶紧去，赶紧去。休息十分钟可还行？哎，姐，姐，咋？你们那个手机能放大多少倍？只有三倍。我也就三倍。看不清啊。嗯。我可以用你这个摄像机吗？不可以吗？你帮我看一下，谁是校里，就谁长得是最温柔的？这个几号？你知道这个几号吗？这个。等一下。这个几号？你看，咱那个校里藏刀的那个找到了吗？校里藏刀？没有校里藏刀。哪有校里藏刀啊？我们完全看不见微笑，号码牌都看不清。我们现在往那边走，你去那边蹲着，在那边。哎呀，这多清楚啊！假装吃个汉堡，你不能直接看着你们。哎，你们别走开啊，你们走开那太明显了。我在这个摄像老师这儿看特写，但是有一个人我感觉老笑，但是他的号码牌被衣服挡住了。快去！你那儿能拍清正脸吗 ？Of course， 全是正脸。哈哈，二十七，帅呀！我也觉得好帅呀。帅呀！我跟你讲，很帅。这个，帅的不得了，很帅。在那儿啊？在那儿啊？他被发现了，他被发现了。要不被发现了，就直接大胆一点。咱们有一个冒险的精神，好吧？就直接加入。来吧。帅哥！早就认出来吧，开心的跟镜头打个招呼吧，我也不装了，我就是来看着你们，好吗？好。早就认出来了。甜美的笑容给我。过来！我的，等会儿过去。你们谁踢的最好啊？没有。谁？没有。我们队长。队长。哦哦哦哦。我们队长最美的。长最美的。啊。甜美呗。对。是吗？对，甜美。甜美。好了，不跟你透露太多了，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行，可以。差不多了。我去那边看看啊。好。一会儿再回来。录你们踢啊。来吧。再跳，等会儿。给我展现一下你们最甜美的笑容来。Hello， 突然就会笑了。你们谁踢的最好？杨二。你有外号吗？我叫杨艺昕，我的外号叫杨二。谁说不要？来，我问你来。你有外号吗？没有外号。啊，没有外号。对，我也没有外号。好好演啊。好好演啊，别让我发现你们的外号啊。比你演好点。好，准备开始了。下半场开始了，盯紧。开始了，我观察一下这个白队。哪来的航拍，你跟着我干什么？加入你们。咱要不要往里面再走一点啊？看不清的。翻着旗啥都能录上。盯紧了啊。来几甲款，来这儿。如果按那个位置的话，基本上那个三号应该是白衣服三号啊，应该是温柔一刀了。我个人觉得甜美温柔一刀像24号。转过来。24肯定不是甜美温柔一刀，我就觉得12像，他一直边笑边踢球。那11号是啥呀？我觉得他挺像温柔刀的。
按照十一号可以啊，十一号应该也是首发。一号、十号、十一号、十二号、二十二号、二十四号、五号，这几个的反应，然后还有这几个守门员的。好了好了，这边导演在喊什么？一号、十号、二号这些脚步特写。十八号的特写，一号的特写。你咋都给特写了呀？你这误导我。导演组现在为了迷惑我们，把三、十一、十二全放上去了。这仨甜美温柔刀，刀刀刀死人呐！对，对呀，这三个人都很甜，那个温柔一刀。我们现在缺的是全场最亮的仔。还有喂球那个人，现在着重看喂球的那个。你们现在喂饼的找到是谁啊？没看出来那喂饼啊。给个球，给个球。哎，教练，这里面谁传球传最好？传球吗？嗯。十二号。十二号。然后就是十九号，技术也不错。十二号，十二号应该是传球传得好的。刚刚我问的教练，你可以关注一下十二号。十二号像那个刀哎，温柔一刀的那个刀，他你看他一直在笑。温柔一刀绝对是这个。哎呦，那个球！我去，就后面后面。十七号传的真好。又来了，又来了他，你看看，哇！我也觉得十七号好。十七号喂球大师，白衣十七传的好啊。洛洛，洛洛，你下来呀、啊，洛洛，你别站那么远。对，你给我拿根烤肠来。五块钱一根，运费五块钱。你正常点，你这个像个做小偷一样的。咱们现在找一下那个谁，全场最靓的仔。看谁在指挥，我们就锁定这个啊。西风不管人，你都是我的顶你的人。你让他先收回来，收回来。不定不定不定。谁说话呀？到底说话的是谁呢？指挥是十九号。跟着你试试打一狗，把你打死。漂亮，好球、啊。多少号的呀？十九，刚刚十九进的。十号和十九号绝对核心的。我感觉没有什么争议啊。十号、十九、十七，然后有个刘海，然后三号，脱了，我们太牛了。比赛踢完了，我觉得他们这个水平我们踢不过他们。咱是有机会赢的，我觉得。真假的？真的，真的。别跟我开玩笑。我跟你说真的，你要不进一个球，我瞧不起你。行。我们要撤了吗？撤吧，撤，撤撤撤。这我们是不是有点太明？你太明显了，你能不能把你那个帽子给戴上？虽然咱离开了，来的悄无声息，走的也悄无声息，好吗？跳舞神奇，你看萌姐，迈着霸气的步伐，偷东西。手机在那。手机在那。好痛啊！弄一个短发的，帅的啊！对，短发的帅的。那个球场上最亮的仔，那个球场上最亮的仔。我最亮的仔，我对这些三十七号，他是不是要猜你？干啥？球场上最亮的仔，他，你，别跟我演了。恭喜你猜错了。这摄像大哥，你还不回来吗？哎，你们私下谁最甜美啊？谁最甜美？不告诉你，不告诉你。哎、行了，最靓的仔。不会给你透露一分一毫一毛也不透露。球
球场上最靓的仔应该是37号。37号真的不行，脚法不行。不好搞呀！来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我懂你。简单总结一下啊，有的配合我们打得非常好。Hello， 下午好。哇，我看到你们瞬间觉得我不冷了，我不孤独。怎么样？今天刚刚跟我们那个联盟的队员初见面，感受怎么样？真帅。那你知道他们刚刚来其实是来干嘛的吗？观察我们的，来打探情报的啊，来刺探军情。其实他们今天来之前呢，已经拿到了你们五个首发队员的标签，所以呢，刚刚他们也是乔装打扮了一下，在各个角落研究你们。如果你们五个人当中有四个人或者五个人是被他们猜对了的话，那么你们的所有的信息和档案我就要给到对方，然后呢，他们就会根据今天对你们的观察制定明天排兵布阵的一个战术。嗯，好的。所以不能让他猜中。哎，你们知道我们给他们的标签是什么吗？不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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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清楚。我们不知道，不套路，不套路，我们的眼神也不闪躲。行，可以，可以，可以。你们对他们有没有什么了解？有没有做什么功课？长得帅的，长得美的都有。哎，咱除了颜值啊，运动方面有没有什么了解？龙珠会踢球，张云龙也会，张云龙也会。然后呢？帅呀、啊！教练，他们都这样了，明天还怎么比呀、啊？没关系，没关系。你对他们有信心吗？有信心。都那么帅了，你们舍得赢他们呢？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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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帅、啊、哦，好帅！哈哈哈哈哈哈！这边这边这边，球踢得太好了，是吗？他们踢太好了，踢不过你们呀，我们。也有可能是伪装的，他们有那个捡垃圾的吗？哎呀，谁捡垃圾啊？谁呀、啊？都被发现了。谁捡垃圾的？捡垃圾是个长头发。我没有，你说我啊？啊，假啊啊的。咱那五个标签找着人没？甜美温柔倒是我们比较争议的，剩下其他的我们都不争议。那四个都很确定了。对，那四个都很确定。你是几号来着？我吗？一号，什么员号？铁门槛？铁门槛？哦不，铁什么门槛？铁门槛？铁刘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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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守门员吗？啊，守门员。守门员他怎么能是甜美温柔刀呢？对呀、啊。守门员不是应该是什么铁刘海吗？铁刘海。感觉他的笑的表情就是守门员，好像是甜美温柔。我就说守门员好像。教练，我问一下，什么叫铁刘海？在足球里代表什么意思？可能跟足球没什么关系，可能。没关系是吧？对。纯粹是因为外在。对。那确实跟这个守门员没关系。那什么？那我们得改一下。啊、这个守门员应该是甜美温柔刀。是吧？他把他提上来。行。对，守门员是刀是吧？我们把守门员这个提上来，变成甜美温柔刀，然后我们再寻找一个铁刘海。铁刘海不好找啊。我们先把确认的念了，最后一个，我们再猜最后一个。好，甜美温柔刀呗，就直接呗。出来吧，你出力。啊，怎么快？怎么快？来下一个呗，小钢炮。3、2、1，10号，是吗？是。哎呦，很准确嘛！好快呀、啊、你！好快，我就这么就死了。这，哎呀，完美啊那！这是，哎呀，哎，你们怎么这么确定他就是那个小钢炮、啊？眼睛尺啊！
雪姐她踢得好啊，核心呢，她每踢一脚，我都感觉我自己都震着了。她每踢一脚，我都痛一脚。谢谢。球技超群。嗯。好，下一个做饼大师。三、二、一，17号。做饼大师17号。完了，这不对了，他没有反应。不是。所以是12吗？刚才你不问我了吗？对呀，我说是12吗？我不也跟你说了吗？教练跟我说了。什么东西？12是杨妹说的吗？对，他刚才装成一个摄像问我的嘛。哎，教练，这里面谁传球传最好？传球吗？嗯。12号。12号。然后下面还有，其实19号技术也不错。哎，对不起，教练，对不起，对不起，没事儿，没事儿，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原来卧底在这儿。没有，刚才那块可以剪掉，重新说。重来一次。来，做饼大师，3、2、1，12号。你说是我？打、哎、了，好球 ！Yes， 厉害厉害厉害！被我出卖了是吧？你被套路了。这是这别说错了啊！别说错了，别说错了。来，全场最靓的仔，3、2、1，19号。有。恭喜你答错了。所以是谁？你刚才不猜对了吗？他，对呀、啊，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猜的谁？那个球场上最靓的仔，球场上最靓的仔。我最靓的仔。我猜的全。谁？他呀？对呀、啊。你尺呢？咋断呢？但是我觉得可以赢啊。是吧？最后这个一定要问，对，不是问他们一个问题吧？对，你们怎么理解铁刘海呢？我是铁刘海啊。你是铁刘海啊？你是？我真的铁刘海吗？你像锡纸烫。铁打的刘海，铁打的刘海，就是字面意思。铁刘海。一会儿出来那个人刘海要不是铁打的，都给我站好。我觉得11号，11号。你出来一下，我看。再躲，他再躲。那3号也躲呀，你看3号也躲啊。不是，3号脸红了。3号脸红了。对，3号脸红了。那我猜3号，我也猜3号。3号。3号，三号。行吗？兄弟们没意见吗？没意见。那就出列。错了，吃草皮，萌姐。但是我们还没说定他呢，一说吃草皮，他鼓掌的情况下，看来他就得回去了。哎呦，你们真的套路满满。来，那个你先回去。11号出来。11号。11号出来，要是不是你，真的，我现在抓起来就撕。真的吗？萌姐不至于，不至于是吧？真不至于吗？你回去也不。心理战啊。都不是啊。你不只要看前面一排，后面我们还有人，看不着啊！你要就近的看，也别看远的，就近的看哈。就近的看，试一下。你俩是双胞胎，你俩动一下刘海。你也动一下。哎呦，没动，他没动他的头发。你是17号吧？我是17号啊。你是不是17号？我是啊。是17号吗？就是我们猜17号，猜只不过猜错了他这个标签而已，但他踢的就是好。那就铁刘海就他踢的很好。嗯。
教练就是他吗？教练。没问着啊！你这么的，我阻挡你，你这么偷偷蹲下，从这后面走，拍他一下，我给他，我吸引他们注意力。哎，我再问一个问题，行吗？你们回答我，如果你们能回答的这个问题满意的情况下，我都不选了，就直接把题给你们。就是说，你这个头发哪天剪的？哎，我每天都剪，每天都剪，每天都剪。那你呢？是说，哎，怎么了？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了啊！我没有这个问题，其实我就是个闲聊嘛。哎，包装杯呢？包装杯。我觉得选谁真的不重要，萌姐，我觉得你坚定你的那个，以球技来选，能坚定你的信念。来，三二一，十七号铁刘海儿。哎呀，可以，就只有一个没猜对，全场最靓的仔。对，是的。想，因为刚我们联盟队是猜对了四个嘛，那我们现在就请我们高手队的五位首发队员向前一步走。我想问问题，你们有替补的守门员吗？我呀，守门员。我是守门员啊。真假的呀？我是守门员。你为什么？我真的是守门员。我怪不得我说你球怎么踢的，就是没有那么他们那么灵活。原来你是守门员呢，对不起啊。没关系，人家真正的技术是来自于，对，哇，就这个没有用。那聊什么呀？啊，不，我踢球，我可以守门也可以踢。你觉得这阵容咋样啊？我们呀，打我们轻松。那不是我们咔咔被吊着打吗？打我们，我们就吃草了。要不这样，我们试一试嘛。按照我们开始说好的猜人的规则哈，如果你们猜对了四到五个人的话，我们这边呢是直接释放出高手队的信息。具体他们的足球的技术和水平呢，我们可以通过接下来的这个环节，大家相互来切磋一下，感受一下。好，我们这边来出题，好不好？第一个花式完之后，再来一个二打二。好，太小看我们。那我们一道一道来呗。最简单的，就这么颠。这是最简单的。这就是花式的啊。这花在哪儿啊？球，这花在哪儿啊？球。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完了。哦，哇！哈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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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去！忙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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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忙着。什么玩意儿啊？让你看电球。萌神，你给踢个毽儿。我会啥呀？哎呀！哎呀！啊！可以。自己都没想到吧？可以了，展示完毕。我这太花哨了，这是什么呀？刚才？可以，太花哨了。刚说我们第二个是什么题来着？第二个是二打二，两边各上一名队员，然后还有一名守门员，在区域内进行一对一，一对一之后打门。我也想叛变，不好意思，我先叛变，家人们。那范儿拿的，怎么回事？哎，过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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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有点东西，还行啊，老型了，老型了，这儿化音这家的老型了。琢磨一下，我来个人球分过，我来个人球分过，这有点困难哈，有点大声啊，啊是吗？都听着了，过过过，假动作，加油啊！我来个人来个人球分过，压力给到范世奇了，范世奇担当了，担当了。范世奇的内八都出来了，好变相啊！我总不能这样吧？咱这边还上一个吧，琛琛。我下。我守门去。我直接开始是吗？哼。哇！没事吧？没事吧？没事没事。真拼呐！我的妈呀，害怕！哇！哇！升分！哇！咱比赛不会要这样打吧？是的。专业的，不愧是专业的家人。你进攻，啊？你进攻，你拿球进攻我。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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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呵呵呵呵差一点，他们都回踢啊，他们。是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非常好，非常好，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哇！嚯！来，最后一球了。哦，这个假动作。哎呀！他们这个气氛组很好。歇会儿聊聊天呗。好呀。刚刚呢，我们经过一下午大家的相互试探、互相切磋，对彼此都有个初步的了解。其实呢，我们今天来到成都大学，知道足球队里都有特别多的故事，想请教练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我们球队呢是2017年我开始接手这个球队，就咱们女足。我们刚开始几乎是一穷二白的这种状况。经过了这么5-6年的发展吧，可能在我们四川省内的高校里边，应该来说还算是一个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一个球队。那最好成绩是什么？我们最好在四川省拿过3次第二名。哎呀，你挺厉害的。全国我们最好是在甲组第11名。去年的乙级联赛我们也是14名，一共24个队，就可能是中游稍微偏上一点点的水平吧。哦，可
配。我们可能从运动水平上来讲，跟蒙姐啊、周洋姐啊，肯定没有办法可以相比较的。作为奥运冠军，特别是对我们球队来说，这个是个非常值得学习和我们崇拜的一个榜样。就希望跟我们同学们分享一下，就是在自己真的特别累的时候，不想再上场训练的时候，这个时候是怎么样坚持下来的？坚持不了还是坚持，坚持不了怎么办？我觉得专业和业余爱好还不一样。嗯，对。其实对于我自己来讲，就是我没有你们这些困惑啊，就是我对滑冰就是我很喜欢滑。就我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我感受不到你们说感受那种对于训练当中有多累啊、多辛苦啊，或者自己想要退缩呀，没有。其实我对训练是一种快乐享受的。我觉得竞技体育最重要的就是每天都在不断地突破自己，每天都在挑战自己，可能是这个是很重要一件事儿。我当时做体能训练的时候，我印象特别深。这个100多米，就像你们这个场地，我们是有教练有几个人牵引着去滑冰姿势，在陆地上去做这个。这一趟下来，我得做了大概我走了27、28分钟才能到头，但是每一步都基本上我的肌肉撕扯的疼的，你知道吗？真的是起来。整个呼吸从头到尾都是到那一个呼吸点上，这一道的汗都过去了，起来我这个后牙都咬碎了，直接吐出来了。我天！但是呢，就是很有成就感，自己要达到这个训练的目标，然后直接拿着这个牙给我们教练看。但是你再回想的时候，那一天你可能不会感觉到多么的辛苦，多么的累，或者你的牙掉了多疼，因为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自己要完成它，就要把自己这个目标给做到。做这个节目就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喜欢运动，自己就喜欢吧，还是喜欢，很有成就感。好牛呀，杨姐，她锁气之前我们在那一起，因为我们滑冰是逆时针嘛。它整个左侧从胯、膝关节到踝关节，没有一个地方不打封闭的。我去！封闭啊！它更是像个老黄牛一样，经济吃肯吃苦。哎，你自己说吧。哎，是不行，因为我说就想流泪。要哭。好了，插好。没有，就是我觉得运动员伤病是很正常的一件事儿。其实我们那时候还有接力比赛嘛，王蒙也在队里，其实他在我们队里是一个核心人物，他就会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和帮助。我们滑冰不是得弯腰吗？我腰弯不下去的，因为错位了。我们那时候在上海备战，然后他就特别跟教练去申请说，我们能不能从北京调过来一个专业的医生来帮我看一看。对，然后那时候就觉得是真的是有人在帮助你。对，然后就不想又不想拖团队的后腿，然后想重新振作，心中还是有那个目标。我觉得也是很感谢他，如果要没有他的话，我可能就参加不了那次奥运会了。其实真的，我就觉得，你知道去年我看那个女足最后决赛的时候绝杀韩国，其实那一瞬间就是有很多的感慨。大门，漂亮，漂亮，漂亮，说了，漂亮，解决战斗。啊，因为曾经我们中国的女足也是在世界比赛当中拿过世界杯亚军的啊，然后呢也是被称为铿锵玫瑰。然后在去年的时候呢，亚洲杯的最后的那一个绝杀，其实给我们女性吧，就认为带给我们很多的力量。你说当时就感觉这个很振奋人心，彰显着我们所有女性的力量。作为女性来讲的话，我觉得女足也是一样的。今天我看这些大学女足，你能看出来她们是真的热爱，就喜欢踢球。因为我们伪装成那样去拍摄她们，都没有影响在她们在场上去对抗，她们还是非常专注的在比赛。她们没有专注在你拍不拍我，我给不给你情报获取，这是我觉得特别佩服的一点。她们能去真的去踢足球的女孩一定是非常非常热爱的。今年的7月份呢，女足世界杯又要开始了。其实今天跟大家在一起交流，包括我们马上还能有一个这种友谊的啊，友谊
这是五人制对抗赛呢，就是我觉得一是让更多的人喜欢上足球，然后也让更多的人马上为我们七月份的这个女足世界杯一起通过我们运动者联盟的节目为他们一起加油。对，更多的关注，更多的加油嘛。是是是。欢迎来到本次运动者联盟杯比赛现场。哪里有运动，哪里就有我们。比赛开始，毛毛推进左边路，一脚远射，忽悠，收一点，杨琛。边路二防一，这个拼抢非常具有威胁，个人能力秀起来，给到前场，张玉龙本身拿住，凌空收射，哎呦小心，贾奎，我选择直接打门，谢佳琪，哦，直接头球解围，王蒙单刀的机会，回球，张玉龙自己控住，给范志新的机会，单刀啊，你回来，防挡防挡，我这边防挡，直接，哦呦，个人。再来啊，再来啊，快快快快，往前回来干嘛，动作动作，快防快防，顶着顶着，但是后面一对一被绳断掉了，上上顶，反击，自己打自己打，给你发一张黄牌。本节目由咪咕视频和芒果 TV 联合自制。狂风呼啸过我耳边，烈火锤炼着那荣耀，云层中一拂晓。年少的你们时常跟我说起那些梦想，那模样跟从前不服输的我也没两样，在现实面前，在世界之巅都一样。大声向世界宣告，或许是跌倒，或许彷徨，或许是失望，磨砺和波折让越挫越强，每次锚定在起航，坚持是巅峰的教练，突破极限就是你生命中不妥协的剑。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上微博参与运动者联盟话题讨论，分享你看完节目后的感受吧。关注芒果 TV 官方微博，解锁更多精彩综艺。首席合作新闻媒体新浪新闻、战略移动资讯平台网易新闻、网易娱乐、谈心社、新闻客户端 Zaker， 深度短视频合作快手，特别合作讯飞输入法、智联招聘、百度 App、 百度 APP， 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深度知识合作平台秒懂百科 logo， 秒懂百科世界如此简单。感谢合作媒体美图秀秀的大力支持。飞奔永恒发